我们刚刚有说，我们今天的表演，那今天的表演哦，是咱的真传统哦，真有乡土味，咱的这个庙会这个表演方式哦，哎，那么咱台湾真好的一个精神，就是讲，伊这个透过这个信仰中心，拥有这个球队伴，哦，有这个联谊，有这个。